是空军功勋飞行员，是我国三角翼飞机尾旋科目的唯一首席试飞员和教员，完成了100多个重大科研试飞项目，取得了40多项科研成果，填补了我国战机试飞史上的多项空白。是飞行理论家，也是航模收藏家，更是一名血气方刚、技艺精湛的勇士。